我叫方世杰，从小在功夫学校长大。师父说呢，小时候我是在篮球场边捡到的。我只要听到打球的声音，嘣嘣嘣嘣嘣，心跳就会一直加快。不是心脏病哦，是我在球场，总是可以看到他。 开除学籍，逐出校门。我找到秘密武器。咩秘密武器啊？